去年十二月份了。对对，哇，对对，一年了，对。那你觉得这一年你自己有哪些成长和收获呢？成长和收获，成长和收获，成长。要说比以前上的多了多。没有，我说成长是没有找到什么了，收获。就感觉好像真的深入人心，我之前就觉得它特别像一个音乐学院，你去进修，然后我们在里面经过三个月吧，大概三个月的时间，每个人都成熟了很多。我说在唱歌上，所以这一点是最大的收获吧，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专业上得到了一些进步和磨练。那你觉得你现在生活是比以前越来越好了吗？我的房子还没有大，生活倒是好了，生活越来越好。有吧，就是很开心能够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，然后也可以唱到很多很多歌，然后现在还在舞台上唱歌吧，希望能够一直留在舞台上唱歌，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越来越好，来越来越好，来虽然枪口有点多。